大家好，小新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拔3650米上的西藏自治区首都拉萨市。那么最近呢，快餐连锁品牌麦当劳进驻到拉萨，成为了全中国海拔最高的麦当劳餐厅，也成为了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麦当劳餐厅之一。那么高原上的首家麦当劳餐厅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小新现在就带大家去一探究竟。现在我身后的这栋就是中国海拔最高的麦当劳入驻的商城了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建筑是一栋新藏式风格的建筑，上面雪白的外墙和藏红色的窗帘，商城底商就是麦当劳餐厅了。餐厅的整体设计现代感十足，与上面的藏式风格一道，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特别好。走，下面我们走进店内看看。好了，今天的探店旅程就这样结束了。一个藏式风格与现代风格融合的中国海拔最高的麦当劳，你会来打卡吗？